吴新宇，本期的禅心讲座呢，给大家讲解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手棋啊。我们先看看这个基本形状。黑棋啊，你看手脚，白棋分头的时候啊，黑棋大飞逼住，这时候呢，黑棋采取大飞啊，另外呢也有它的这个深意，然后白棋飞。黑棋打入，白棋跳起来，黑棋接，这个在这里呢，就形成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激战，那么呢，接下来白棋怎么办？我们呢来这个看一下，这边是黑棋的正势，自然而然啊，我们也就是说，这边呢也就是。白棋的这个范围，黑白棋接下来啊，在这个地方很明显啊，这三个子是需要处理的啊，是需要处理的。普通的下法就是，如果你是只是尖一个的话啊，那么呢，黑棋当然就挡住了。他当初这个大飞啊，比起这个小飞来说呢，就明显了，效率呢要高一些啊。这个小飞的时候，这个定式，或者或许我们就是说见到过这样的下法啊，或者他挡住或者拆二啊，那么挡住的时候呢，这个拆二的效率呢明显就要高一些。那么白棋呢，自然呢，也就呢不能满意。那么他这个飞得远啊，大飞飞得远，比小飞飞得远，我们呢也知道啊，也熟知，那我呢可以，你由于走得远，那我呢就可以更进一步。这个拖啊，是对付这个大飞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常用的招法吧，那么呢，作为黑棋来讲呢，他也呢就是等着你啊来拖啊，就是希望你来拖啊，我故意卖一个破绽啊，就是让你来拖啊。如果你还是按照普通的拖呢，那么黑棋呢接下来呢他搬。那白棋退啊，表面上看起来啊，我比这个尖一个啊要便宜一些，但是实际上呢，你这个脱退了以后，黑棋呢它正好一虎啊，由于你有这个子，它这个一虎啊，让白棋这个是非常的难受啊，接下来呢，白棋呢很难办啊，从理论上来说啊，不管怎么样，那既然你虎了一下，我是无论如何是吧，是想藏出来的，但是大家也会注意到啊，这个地方这个棋形啊有明显的弱点，那么就是呢，黑棋不管以后怎么走，我就算走一个啊，这个地方啊，总之来说呢，黑棋留有一个呢很严厉的手段，那就是呢，黑棋尖啊，你这个地，这个棋啊，我也只能挡住。那么黑棋随时啊，可以挖了打劫。这个劫相对来说呢，白棋呢是非常的重啊，打输了，被黑棋这个一提，脚上还没活啊，这个已经外面呢就是不成人形了。而白棋把黑棋提掉呢。这个黑棋的这个损失啊，并不是很大啊，提了一些长子，有可能后在一堆，所以呢，就是黑棋呢，随时保留这个啊，这也留有一个炸弹啊，随时引爆这个炸弹的这个权利啊，黑棋可以其他的继续走，而作为白棋来讲呢，在这个地方呢，没有什么补棋的好办法。你说你单纯的为了防止劫针补一手，那这个效率呢也显得太低，你顶一个啊，虽然可以说啊，我还要搬过，有这个先手补断的味道，但是呢，第一啊，黑棋可以搬，你这个得硬一个啊，黑棋就算压住，但是你顶一个和这个压一个的交换呢，又实在呢是太损。这个呢，下不出手。
这个下不住手。你这个兼补也是没有用的啊，没解决问题，他还是有这个兼的手段。所以说呢，被这个黑棋啊这个唬了以后呢，白棋啊这个局部啊就是非常的难下啊，已经是非常难下了啊。你不走总不是办法啊，不走这个子也不好跑，对黑棋这个也没有任何威胁啊。这个呢就是说呢，已经非常难办了。那么白棋啊看似一拖，去寻找黑棋的弱点啊，黑棋猜得远的弱点，反而呢正好呢被黑棋呢下出一个好心啊，算是一个好心。那么这个棋啊，白棋应该如何走？那么呢，曾经啊在开始呢，白棋下出一个点，下出一个点的招法。这个招法呢，虽然呢也是这个是有的。那么黑棋啊，也可能挡了，白棋呢贴起来。那么黑棋呢，就是说呢，在长啊，如果你这个粘上的话呢，黑棋就冲断。这个白棋呢也不是很好啊，这个白棋呢也不好。这个被吃掉以后呢，目数呢太大啊，目数太大。这个白棋呢，不能满意，不能满意。那么黑棋啊，急着点，稍微呢，就是说呢，有一点，有一些这个，白棋急着点呢，稍微有一些这个过于急躁的啊，也有白棋呢，就是说呢，先顶这个，先顶这个，等你应一个以后，那我再来点的下法。但是呢，先顶这个呢，这个时候呢，黑棋呢也可以尖一个算了，那你白棋搬过的时候呢，我再压住，这个呢可以说呢也是一个黑棋不错的结果啊，黑棋不错的结果。白棋呢对此呢，不能够呢，特别的满意。那么接下来啊，经过大家的研究，在这里啊，白棋呢发现了一部就是很有意思的招法啊，很有意思的招法，也是呢很有力的下法，在这个局部可以在此呢啊，想给大家呢就是说推荐一下，也就是让大家呢学习一下。那么白棋呢这个时候呢飞一个，这个看上去挺奇怪的，跑到这里飞一个，这个有点奇怪。但是呢，他呢也有他的非常就是内涵，他也有他的内涵。可以挡啊，你非那么懂挡呢，看上去啊，没看懂你是什么意思啊？这你非我就挡住，怎么了？那么呢，有了这个交换以后呢，这时候啊，白棋呢再来拖一个，这个。用意啊，可能大家慢慢的就明白了。黑棋啊，这时候在顶，那么我白棋呢再来退啊，这里退，这样的话呢，等于无形中啊，这个点呢就被白棋走着了，还被白棋走着了啊。你黑棋啊，这时候等于说只能粘了，那么呢？有了这一点以后，由于黑棋只能粘啊，那么白棋呢，就是防止了黑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虎的手段啊，这个虎的手段。这个黑棋呢，只能粘上，对白棋的压力呢就会小得多啊。刚才我们所说的啊，这个打劫的变化呢就已经没有了，对，白棋啊，直接补一个也行啊，甚至于来说直接从这边拦住黑棋啊，对黑棋发动反攻也是可以考虑啊，也可以考虑。那么这个无形中通过这一点啊，就是说呢，解消掉黑棋这个虎的这个手段，这个用意呢现在就体现出来了。那么黑棋现在他不能走这个了啊，不能走这个，因为这个
作为白棋来说呢，挡住啊也可以，挡住也可以。这个黑棋本身是一个这个鱼形啊，白棋呢就算在现在再补一手呢，黑棋这个形状呢，也比这个形状啊要差很多啊。不过这样的形状，黑棋很有弹性。这位走直以后呢，眼位呢不足了啊。白棋当长一个啊也可以，也可以啊。因为以后你不走的话，我直接就给你断掉了啊。这个直接就给断掉吃掉了。这个至少白棋呢有后续补这个打劫的手段啊，补这个打劫的手段。那么呢，明白这个意思以后呢，可以说呢，这个白棋这个点的下法，走成这样，可以就说是成功了啊，成功了。那么黑棋呢，它有没有什么反击的手段呢？当然是我们需要这个了解的。那你拖的时候，我不顶怎么样？我不顶怎么样？我搬，那呢？这个搬呢是这个不成立的啊，是不成立的，或者说是不行的。搬的时候呢，那个白棋呢，它不会，这个不能断啊，断的时候黑棋可以打在二路就给吃掉了，这白棋吃亏了。那么白棋呢，它可以这个顶啊，顶这个。这个呢，黑棋呢，一下子可以说是棋形呢，就完全是要崩溃啊，要崩溃。那接下来人段，白棋呢，二路搬。由于这个争子不利啊，一般来说呢，黑棋都在这边行棋，那么这边就是白棋的子，这个争子不利，黑棋呢没有办法争死这个子。在这里呢，不管怎么走，都是呢不好的啊。你粘上，那么白棋挡住，在这个角上啊，并没有太多的方法，断一个最厉害的了。那么呢，白棋就接上，只能搬啊，只能搬，因为不走被白棋一顶就死了。这地方呢也只能继续搬一个啊，继续搬一个。白棋呢叫吃，即使你能立一下，啊，这个黑棋就跟着硬，都是算你黑棋的先手权利啊。但不管怎么样，走完以后啊，你这个断点总得防着，总得补。那么呢，白棋接下来再一压，这个黑棋可以说是已经是不行了啊，不行了。就是说这边白棋要加下来，反正白棋要加下来。这里白棋要搬下去，这两点黑棋呢已经呢就是不能两全。没有两全的这个办法，可以说这个地方呢，黑棋呢已经就是说的，要崩溃了，要崩溃。那么从这个变化可以看出来啊，黑棋从这个里面搬啊，从里面搬的时候被白棋一顶啊，由于这个黑棋争子不利，那么呢，黑的呢就不行了啊。当然了，一般这是绝大部分都是争子不利，但是大家还是需要看一下，如果万一啊，除非是出现一个特殊情况，这个黑棋争子有利，那你这个白棋就变成那个大亏了啊。不能断了，粘上这个也不行啊，粘上这个被粘上，这两个已经被分断了啊，这里呢还不好过去，这个要你要想过去呢，还拖不过去。拖的话呢，它一顶，最简单的一顶一爬啊，就死掉了。那你说不定还得先卖一个啊，这个先被人家拔一个，这个损失太大了啊，以后里面还是有断路，这个还是不行。所以呢，当白棋拖的时候啊，黑棋呢，这个搬是不成立的。那么呢，也就是说呢，黑棋只有顶这手棋。黑棋只有顶，白棋呢退一个，那么黑棋当初大飞啊，
所走的这个精心构思的一个圈套呢，反而呢自己吃亏了，反而自己吃亏。那么对白棋啊这么一飞，黑棋呢看似必然的一挡啊，被白棋拖不好办。那么黑棋呢，他自然呢也呢就是说呢会想一些方法啊，会想一些方法。那么呢黑棋啊，那我就不挡了，我飞过去啊，飞过去，飞过去呢这个棋啊就是说就是不让你这个有拖的这个手段啊。但是从一眼看过去啊，我们就能看出来黑棋的棋形啊也比较散乱，也比较散乱，也不是很好。那么接下来白棋怎么办呢？啊，接下来白棋呢，如果只是那我做活啊，这个黑棋没什么好怕的啊，你等于就点了一下，这两下还未见得便宜，是吧？你再去拖这个呢，那么冲啊，你退呢，那我这个粘上，那我这个立的位置也比这个粘上要强很多，要强很多。不过呢，白棋呢，有了这个点和飞的这个交换以后呢，这个黑棋啊做了退让以后呢，白棋这块棋啊相对来说呢就比较这个轻松一点了，轻松一点了，就不必要呢就急于去补，可以继续呢对这个黑棋啊发动攻击。那么呢接下来啊这个造，这个白棋不是在防守，有点在进攻的味道，也是可以呢这个考虑的啊。但是在这个造之前呢，我们看一下呢，还是呢可以呢追求的更细一点啊，追求的更细一点，就说呢可以先给它冲掉，看上去有点熟，先交换掉再走啊，可能呢会更加有利。那么这个用意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你不冲这一下，那么黑棋呢还有可能啊冲出来，白棋当然要搬了啊，黑棋呢有可能呢他搬的时候你这个得断啊，那么黑棋打吃啊，白棋长的时候啊，黑棋呢可以顽强的啊这个冲出来，有可能这个变会有一个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呢复杂的变化。如果你打吃这一拐，这个白棋的这个被黑棋冲到一下以后，这个棋形呢不太好。如果你打这边粘上的话呢，黑棋即使争执不利，它也有可能呢这个压出来，这个搞的变化呢就是说呢会有一些复杂，当然白的也不见得不行了，这个变化呢是有些复杂。那么这个地方我干脆先冲掉啊，先冲掉以后呢，可以说呢就有这个防止刚才这其他这一路变化的这个意图啊意图。那么就是说呢，你黑棋再从这里冲啊，再从这里冲，我白棋搬是吧，你黑棋搬的时候那我可以断了，而你打吃完了之后你已经冲不到这一下啊，就冲不到这一下，你这时候再冲这个，我直接就给底下一吃啊，这两个子就给吃掉了啊，这个拔掉就跟龟甲一样，这个黑棋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啊，不能接受。那如果你不能冲啊，只能在里面吃的话，那就这个就实在是没什么好处，这个白棋再一吃吧，外面非常的厚实啊，非常的厚实，这个白棋是便宜非常大啊，便宜非常大。所以呢先冲一下呢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如果黑棋冲了啊搬的时候，那么我说我先损一个啊，我先断一个啊，先断一个的话呢这个呢本身这个局部呢是这个是亏损啊，是亏损，我就说打你吃啊，我提掉这个先被我提一个以后呢，这个白这个黑棋啊也不得啊，也不得。
毕竟呢被白棋呢先拔了一下啊，先拔了一下。另外呢白棋呢还有一种呢，这个是防守的方法，那就是呢我直接给你顶住，我这个还是发挥我这个先冲一下的作用，对吧？因为他出来以后你冲他有可能退了，我还是要吃你两个子，如果你硬呢，那么我再啊一打还是呢能够完整的封住上面啊，完整。这样呢白棋呢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假设你黑棋啊打这个，那我粘上啊，你粘上啊，你可以说不要那两个了，这样当然损失小一点，和刚才这样打是那是两回事了。那么我白棋呢吃掉啊，依然吃掉这两个呢收获非常大，而你拿我这块棋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要吃掉我这几个子啊还是不太可能的，比如说你尖我就往里爬啊，要求做眼，而你要分断我的话呢我就退出来就可以了。由于我这个地方还有个断点啊，这个黑棋等于还说是还有一个断点，这个黑棋啊就是说以白棋做要吃白棋还是非常的困难，而一旦被这个棋啊被这个白棋啊白棋跑掉以后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呢黑棋这被吃的两个子就是说损失呢还是太大，还损失还是太大。那么形成这样的时候呢，如果黑棋啊我先不冲，我先靠这个，这个也虽然也是一种方法啊，虽然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呢作为白棋来讲啊，单挡一个啊也是可以的，你再冲的时候呢我就吃这个啊，你吃我就提掉就还原了也可以啊。注意大家注意，这个黑棋不能跑的啊，这个跑了是没有用的啊，这个白棋可以打了退了以后啊，当你吃的时候白棋再反过来给你夹住啊，这个黑的不行，你断的话呢先被滚一圈，然后呢白棋再一并，这个黑棋没法杀白棋，外面被打成这么一个大鱼形，这个不行。但是呢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呢你单靠的时候啊，我不想让你出头呢，我可以还可以拐一个，还可以拐一个，那你冲出来啊，那我再靠再拖，这个地方里面还有好多毛病，还有好多毛病。你这个直接冲不行，直接冲被断了以后，这个外面两个被吃掉太大啊。你要是粘在这呢，这一退，这个你吃出来啊，吃出来以后这个一贴，这个面上面有死。那你只能搬这个啊，我拖的时候你只能搬这个。那么白棋粘上，就粘上啊，黑棋粘上，然后白棋呢再一拐。那这上面三个子呢都被这个白棋啊给杀掉了，这个黑的损失呢太大，而这边这几个长子还非常的不好吃啊，非常的不好吃。这个这里白棋随时爬啊，也有眼位，上面还可以跳等等借用，这个呢也是一个可以说是黑棋啊明显亏损的形状，明显亏损的形状。从这里怎么钻啊，怎么钻都不行，那么就是贴出来也不行，这靠出来也不行，怎么钻都不行啊。那么从这边来怎么样呢？从这边来呢，先拖这个啊。但是呢，这个也是呢，先损的厉害。那么我肯定搬，是吧？我肯定搬。那么虎这个头啊，可以说是钻出来了啊，钻出来了。那我白棋呢也就让你钻出来算了啊，这个呢没必要，现在呢就是说没必要强行去帮助人家啊，这个你反而被人家一打啊，这个一藏以后呢自己这个子啊显得呢还有些问题，这个没有必要。那么白棋呢就简单的打一个棋啊，也就是不错啊，也就是不错的。那么黑棋粘上，白棋呢就粘上就是啊，这样。
这个就战胜。这个脱虎啊，本身被打这个棋形很难看啊，而且搬白棋外面多了好几手棋，多了好几手棋，对这边啊，已经是可以说黑棋是损得很大了啊，损得很大。而你即使在出头以后啊，在出头以后呢，白棋这两个子啊，完全呢也就可以看清了啊，也就可以看清了，简简单单的啊，这个小尖做活呢，也就是说呢是非常好的啊。整个结果我们在这回头一看啊，这个就是说白棋角上啊也活了，这边也收获很大，而黑棋呢就是这一大串单关呢跑出来，这个呢黑棋也是大亏。那么黑棋如果尖呢，那更不行了，这个头又被白棋呢给搬进去了啊，又被白棋呢给搬进去了。那么所以说呢，被啊这个白棋就这么一冲一造以后呢，黑棋接下来呢可以说呢已经呢没有什么棋好下，没有什么棋好下。反过来说，黑棋这个飞想着这个飞的结果，还不如呢就是说呢挡一个算了。那么呢这个局部啊正确的下法呢，也就是说呢挡完以后飞点一下再拖，是这个白棋的在这个局部的正确次序。黑棋大致上呢也只有顶的粘上啊，接下来白棋呢也有顶一个啊，防止这个黑棋靠下去的手段，也有呢直接拆一个的手段，直接拆。那么这个靠下去的手段呢是这么回事啊，大家注意一下，黑棋靠这个断，黑棋呢有爬一个弃两子连通的这个手段啊，大家这个还是需要注意的啊，黑棋呢有这个手段，就是说弃掉两子，然后呢粘上，有这个手段。不过这个手段呢上面有所得，这个底下呢给白棋呢留了一个度过的手段。就是作为白棋来讲呢要知道黑棋有这个手段，所以呢白棋直接加当然也可以啊，这个顶一个啊反手呢也可以啊，虎一个这种东西呢也都可以考虑啊，这顶一个呢可能更加积极一些。然后呢总之来说啊，这个结果呢不管怎么样，这个由于啊这个本来啊这个下法啊，黑棋大飞以后下法啊，这个下法呢下到这里的黑棋下法还挺多的，由于被这个发现被这个白棋发现一个就是说意外的啊这个很奇怪的一飞点啊，这一手以后呢黑棋呢接下来没有好的应对方法啊，没有好的应对方法，结果呢总是呢黑棋呢似乎要稍微这个亏一点点，所以呢这个下法呢黑棋的这个下法呢也从很流行啊变成了暂时这一段呢有点这个沉默了啊，有点沉默了。当然说不定根据这个时代的进步，研究呢黑棋呢又发现好的反击的手法啊，我们呢到时候说不定这个又复活了。不过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认为对面对于这个形状啊，白棋飞是非常好的一手。好，那么本期的讲座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作为职业棋手，每个人都有让自己